一看表现在是2015年10月15号早上的8点10分。最近15天不是没有查因果吗？就没有好的因果小故事给大家。想了想，给大家讲一下常识类的问题吧。如何避开不利的气场？分享给大家一些常识，让大家在生活、旅游、出差等等呢的地方啊，尽量能避开一些不良的气场，让大家玩得开心，过得愉快啊。这个当然了，包含学佛人，也包含不学佛人啊。怎么说呢？但是也包含学佛人吗？学佛人还怕这些负面气场吗？学佛人当然是不怕，就说你的思想概念里边不应该有畏惧啊，因为这些灵性啊，他们也很苦，应该普度。思想概念中不畏惧，和它能不能影响你，是两个概念。为什么呢？您学佛，您在或者修道、儒家或者学习各种的法门，您有能力不被这些灵性所侵扰，或者是让你觉得不舒服吗？这些灵性有的时候啊，它未必是，让你附体啊，过来就是让你招感过来以后呢，给你报仇啊、抱怨呀、啊，未必，啊，但是有的师兄他身体要过于敏感的话，到了这个地方，他这些灵性向你的身体呢附近，如果靠拢或者在你附近的话，因为阴阳气场的不同，有很多事情就会感到恶心、难受，然后发凉，身上起鸡皮疙瘩，晚上做噩梦，无缘无故的发怒，等等，因为气场不同嘛。自己虽然是学佛修道，但是证悟的层次比较低啊，也同样受到影响。学佛修道之人不应该有恐惧心，但是不代表这些他们对你没有影响，所以很多时候呢，还是要遵守一些规矩，为缘会小一点，有时候无所畏惧，其实也容易给自己感召一些麻烦。就是佛宝居管理员张师兄，他就是有一次啊，走到一个地方，因为他的感应非常的敏锐，大家也很多人认识他，他就感觉到那个地方阴气特别特别重，他就知道这个地方的灵性特别多，他就发心，怎么发心呢？他就让所有的灵体进入他的身体，然后他把这些灵体再带到寺院里边去修行。发心好不好？非常棒。他是发心是好的。然后呢，过程却不是那么正确。大家想把灵体带到寺院去修行，就是说，首先呢，要向那个寺院的，比如说菩萨呀，或者门神，护法的禀明，什么地方呢，想带过去修行。禀明以后，你不知道哪些他允许进去。当然，佛菩萨是慈悲的哈，虽然是慈悲的，但是该有规矩还是要遵守的。这个时候呢，就是一些市场，就说你要这样子招请，你说这个市场里边
和这个寺院有缘的众生，或者和这个我佛，或者道家，当然道家有三清卦，和有缘的众生，然后随我一起啊，咱们去这个地方，去那个地方去修行，这个是可以的，但是一定不要盲目的说进入我的身体吧，那样子就会有大量的附体，有很多众生也不是说，虽然是你是帮助他的，但有的时候他进去的时候容易，出来的时候就没有那么容易了。啊，当时这个张师兄到寺庙里边的时候，他吐了半天。所以大家发心要好，帮人的方法也要准确，这样子才能逐渐逐渐的减少干扰。你看一下，有些东西啊，大家听过一句话叫两个字叫风水。风水有没有呢？有，它不是一种迷信，它就是外在环境对于每一个人的影响。就好像这个家布置得很舒服，人进来就很舒服，这个家布置得很邋遢，就是家里边乱糟糟的，你进去就不舒服，这就叫风水，这是一个词儿语。风水就咱们便于了解啊，都知道。现在有很多建筑学院开的课叫环境科学。大家每天在发一些特别说自己开悟的文章，就说谈得非常的高深啊，就是好多学佛修道的师兄都能谈出一堆大道理来，讲的层次也非常高啊，直达本源啊。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，你有一种风水叫什么？叫做心能转静。这个静呢，就是环境外在的东西，你的心的能量，就是你的心量啊，可以外在的风水或者外在的环境无论多么不好，你都不受其影响。而且呢，即使风水再不好，因为你的心特别好，也能改变。这就是你的修行正见达到了一定的阶段，这个时候你夸夸其谈完全没有问题的。否则的话就是一个脏乱差的环境，你进去以后如果做不到这一点，就会被这个脏乱差的环境转了你的心。哇，这个地方太脏了，我走啊啊，这叫静能转心。外在的环境或者去了迪拜啊等等一些地方非常漂亮，你说哦，这地方太漂亮了，好舒适啊，那我到这多玩几天吧。一些环境的变化就让你这个心完整的就在改变啊。就是既然你达不到心能转静的程度，也就是说你时时刻刻在被外在的环境所影响，这个时候大谈一些佛理其实很多是空谈。当然这个空谈有的时候是必要的，比如说大家在讲法推理的时候是有必要的，但是呢不要时时刻刻的都用在这个生活当中。佛法不离世间法，只有你在你把这个东西或者法门与世间法结合起来，让人觉得不讨厌各种的，你才有更多方便法用起来，你才就说和家人同事这关系才能处理好。不要把自己当成一个执法者就说可以把自己理解成为一个领头人。这个领头呢不是领导，就是做好自己那做好自己，就自己通过学佛修道或者儒家的改变自己的性格等等啊，然后到逐渐呢，就是说让人觉得这个人素质好，人品好，孝敬父母啊，各种修为都特别好，大家都愿意向你学习，这个时候你这个领头人就做得很好了。接着就是说大家以后呢，比如说大家出去住旅馆了，
旅馆的那些房子啊，大家要注意啊、哦。比如说你每天呢，就说在那个旅馆的最，就是这个，比如说上去有个走廊，走廊最顶头那个房子，一般不要去选择，因为在这个气场里边，气场里边到从那个楼道上来以后，那个气场相对来说比较活，就好像一股活水一样，然后这个水这个源头往里边走的时候，走到那个走廊的尽头那个位置，那个位置呢就是死气沉沉的，那是死气，所以说在这种环境里边呢，容易有这个很多灵性在旅馆居住啊。另外就说现在呢社会比较发达，人呢都比较开放啊，就说在增长这个邪淫方面，大家都明白哈，一说就明白的，所以旅馆基本上是一个不净之地。如果没有十分的必要，出差啊等等，不要去住这些不了解情况的旅馆。啊，如果一定要住，也要避开这个阴面啊，避开这个一个走廊的尽头。如果实在没有办法，就已经走到走廊的尽头了，进门的时候要先敲敲门，虽然啊你看不见啊，然后呢进去以后把灯打开，就说给这些灵性呢，你说我在这个地方暂时居住一晚啊，打扰大家，请大家见谅啊。然后就开始给他们，如果你们愿意的话，我给你们做一个三皈依啊，念念皈依啊，如果会念的话也可以念念往生咒，但是不一定你们能操持走，但是念一念这个善也非常棒的。晚上睡觉的时候啊，就是说把自己的鞋子不要摆得那么整齐，鞋的头呢朝着外边会好一些。如果单独一个人睡，尤其是女生啊，尽量就是说把灯打开一些啊，打开灯，这样子呢会减少一些恶灵的干扰。灵界也不是全是善类，也有很多恶灵。另外在旅游当中啊，尽量避开一些陵园啦，这些旅游观光，但是说有些陵园是完全可以的啊，但是有些就不太好。虽然说不是每个人都会中招，但是只要是一旦中招，这个事情就没有那么好办啊。比如说有些吧，秦陵啊、兵马俑啊，它阴气就稍微重一些，然后运气稍微不太好的呀，或者女性啊，就容易中招，阴气稍微重一些，就容易自己发病一些啊。还有很多陵园啦，等等啊，大家举个例子，大有意思，明白意思就行了啊。另外，如果没有十分必要，尽量避开几个场所，一个叫麻将馆，一个叫歌厅、舞厅，啊，一个叫叫做那些娱乐场所吧，大家呢能避开就避开，比如像澳门这些地方有很多赌场，这些赌场里边他做什么呢？他在里边养了一些，就是里边一些邪恶的法师，他养的一些就是说恶灵。当你进去以后呢，刚开始啊，他会在你的那个地方先拍，把你身上的就是可以理解为火把吧，人身上有个火叫阳气，他先拍灭你几盏，
拍命理之后，你的那个财运就受他的控制。当然啊，也不是所有的人都拍命，但是大部分都可以拍命理，因为每个人就是进那个地方的人，都是抱着贪嗔贪心去的，啊，旅游仅仅是去旅游的少，啊。经由拍面你那个，你其实身上的这个阳气啊、财运啊，在那个时候就当下很降低。可是往往呢，在进去以后呢，还会让你赚点钱，就是在一些筹码呀，给你一些，或者说你在这刚开始还能赚点，但激起你的贪欲，往后就会受一些魔的控制，啊，然后呢越陷越深。就是要不停地避开这些阴气能量的一个干扰，就有些地方该不去就不去，你的定力没有达到那种程度，你必然被这个环境所转，而无法转这种环境。还有一种人呢，就是说在家里边喜欢播放什么呢？喜欢播放恐怖片。这个大家都明白一个吸引力原则，叫做人以类聚，物以群分，对吧？你在播放恐怖片的时候，其实你表现的在有时候哎还很淡定，其实你内心其实有时候很害怕的，在这个时候有的时候一惊一乍的在那个地方，尤其是看一些鬼片，这个时候这看鬼片你能感到什么？有的人喜欢看僵尸啊，你如果没有足够的定力和修正的话，那你当然你感到不来僵尸，哈哈啊，但是能感到来很多，就说灵界的，而且是比较邪恶的灵性啊。因为是你感召的吗？你当时那个心就在感召，你喜欢看吗？那完全没有问题了，那就会感召很多灵性。长期的看，你就感觉那个家里面有容易阴森森的，再看自己的思维就开始变得低潮，再看的多就容易和就是说影响到工作生活和一系列的思维，就是要避开看这些恐怖片。如果大家实在喜欢看，哎，多看一些喜剧片，正能量的片子。如果大家有时候觉得，哎呀，我还有一些喜剧片是童话，就是漫画、动画片，大家觉得，哎呀，我们大人了，谁还看这动画片呢？大家不要小看动画片哟。有一个秘诀啊，就是多看动画片的人呢，他容易保持一颗年轻的心。而且看得多的话皮肤也会变好，而且动画片里边大部分都是很搞笑的，哈哈大笑，笑一笑十年笑，十年少，笑一笑啊，你嘴巴上翘，嘴巴上翘，你的嘴就是一个元宝，对吗？啊，那就财运也会改善的。你想一想，你看动画片那些搞笑的镜头的时候，你同时很开心吗？你开心感召的是什么呀？开心感召的是正能量。另外一些片子，就是说像战争片，可以偶尔看看，那尽量少看。战争片看多了，夫妻矛盾会增加，会变多，啊，然后吵架的概率也很高。尤其一种片子啊，这种片子呢岛国比较流行啊，现在的年轻人沉迷其中，大家知道啥片子我就不一一点名。这种片子一定要禁播，这种片子即使你看了没有任何夫妻行为，你的精气神都会大幅下滑，同时呢能感召一众灵性，它的名字叫色鬼。这种色鬼是容易附体的，它以食人的精血为生，
看得多了以后，这个人的思维就会不受控制，就会受到这些灵性的一个控制，让你每天浑浑沌沌，想一些不该想的事情。这个时候，你就会发现，业绩下降了，家庭不和了，领导也不待见了，财运也下了，啊，思想、健康都变得很差。啊，所以说这个是一定要避开的。还有一些呢，就是要避开一些，这是电影的问题啊，就谈到这里。另外一些就是一些布娃娃，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些啊，像一些比较灵异性的这个布娃娃，或者是含有生肖子鼠、丑牛、寅虎、卯兔、辰龙、巳蛇、午马、未羊、申猴、酉鸡、戌狗、亥猪这十二生肖，再加一些比较灵异的娃娃呀，当这些东西最好在家里边不要摆放，因为十二生肖和家里边的属相不是刑就是冲啊，等等，你无法去分辨。我在以前就碰到一个案例，是我的一个干姐姐，她的妹妹呢孩子有点不正常，就是我说呢可能有一个父亲有个什么东西，然后呢一看呢就说他有个生肖和他的孩子生肖正冲，就说他的孩子呢那个生肖摆了好多年，就把这个孩子影响了一些精神不正常了，所以说这些东西一定要避讳的。还有就是千万避开，就是不要养那些像一些小鬼啊，古曼童啊，就是泰国那边来的，像养这些古曼童啊，有的人想养小鬼古曼童想招财的，这些邪法千万要远离啊！当你无法驾驭的时候，你的灾祸更大啊！这是短期的一点点小利益，将来受的苦会更多哟。还有就是说，来历不明的佛牌不要轻易的去买啊，等等哈，大家在这方面都稍微注意一点啊。另外就是说带着孩子小啊，你就不要说夏天太热就出门，看到11点后了还带着孩子出去吃这那喝那，过孩子呢他的眼睛比较敏锐，有时候呢会容易感召一些邪灵，导致夜哭，夜间地哭怎么呢也哄不住，他也没有饿，也没有生病，但就是在那边哭起来哇哇不止的啊。所以说大家有些事情这方面的太多太多了，再讲就说不完了，就讲个几天几夜也讲不完。为了减少我们就说整理小故事的郭师兄的负担，今天就给大家简述到这里哈。松幸福讲故事，愿大家天天都幸福啊，天天开心，天天快乐，阿弥陀佛。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，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。